现在呢，我跟你讲啊，就像这个，今天是7月26号，星期三，对吧？今天呢，就是给大家讲讲老唐最近的这个一些想法。第一呢，事情呢，我现在就是写书，大家知道。以前呢，我写了一本《巴菲特财富之路》的书。现在呢，我现在这本书呢，这个英文版呢，现在马上就在英国要出版了，对吧？因为我想的话，这个有一个英文版的书呢，跟这个西方社会这个沟通交流，这个是最基本的，对吧？一个工具。然后呢，我也想来写写呢，这几年司法方面的书，对吧？一个呢就是讲我的案子，对吧？一个呢是讲讲加拿大的整个制度司法，啊，所谓的加拿大的法治社会。还有一个呢也讲讲我的这个在牢里面这个啊所见所闻，对吧？这是。一些，然后呢，还有一本书呢，专门是讲这些法庭，对吧？像这种就是案例，就是我认为啊，哪些重要的案例，就是在加拿大打官司啊，做事情啊，如果碰到麻烦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处理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加拿大打官司，加拿大这个所谓的法治社会呢，就是说，它有很有利的一面，也有不利的一面。有时候呢，你有钱呢，你要关键问题是你还是要懂，对吧？你有钱如果不懂的话呢，那人家把你这个律师把你的钱拿走了以后，你还给他数，啊，就是说把你卖了，你还得数钱，所以最痛楚就是这个。我呢，就是想呢，通过我这8年的整个的司法。啊，经历、知识、过程，或者说我了解的事情呢，能够给大家那个带来的啊一些实惠，就是万一因为在加拿大，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法律问题，对吧？其实是不可避免的，对吧？你有时吵架、喝酒、驾车，对吧？做生意，啊，家庭，什么都，这个遇到这法庭，都会这样那样会碰到这个问题，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？请律师怎么办？请什么样的律师？怎么样请律师？在哪里去学？怎么弄？所以呢，我就想呢，把我这个8年的经历啊，所见所闻呢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启发。为一些呢，避免一些麻烦，就是这是一个我现在呢，就是我自己来讲呢，第一，我想把这些经历写下来，然后呢，给大家说书一样的方法说一说啊，就像讲课一样的，就讲的比较有条理性一点，比较有顺序一点，就是大家有也可以啊，我呢这几年呢也写了很多的东西。就是只要整理好，这个就够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还有很多法庭资料，我收集了很多法庭资料，关于我自己的，还有关于别人的，对吧？就是一些案例的这种，就是汇编成书。我就是想呢，在法治上面，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如果不懂法律呢，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寸步难行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就想呢。把我，因为我现在经历的法律8年以后啊，经历的法律事情多得不得了，所以呢，我呢现在是习惯了，也稍微的有点就像上瘾了。我现在已经特别喜欢打官司，我最后呢，希望我就成为啊，在法律上一碰到问题的时候，每个人就想到我。你上次有很多朋友嘛，他一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一下就想到我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把我自己
遍及我们大陆人，我也就是讲中文的，啊，这些新移民的一个法律的活字典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就是你碰到这个什么事情，啊，用我这个案例，你就可以这个帮到忙，对吧？就是你只是要请律师，刚才讲了，请律师是很贵的，并且呢，经常有事花了钱呢，还要买罪受，就是。怎么样找律师？怎么样找到好律师？什么情况下找律师？这个都，我以后都会慢慢的给大家说解释。然后呢，以后呢还有呢，假比方说像这种直播啊，就是通过电视啊直播的形式呢，就是大家有什么案子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公开，对吧？在电视里面给大家讲解，就是通过实例来。帮助大家，这是一个。我现在呢，对我来讲，我的兴趣就是特别喜欢打官司。我现在是，就是已经是，就是说对这个打官司呢，就是已经是做了很多研究，所以特别感兴趣了。我认为呢，就是从生意人的角度讲，我打官司，当然这个打官司的事情呢，因为一个是公正、正义。对吧？就是怎么样打，能够打出水平出来，能够打出啊，能够打赢。这个呢，就是打赢了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呢就是名利双修的事情，对吧？这个是最，就是西方社会为什么来很多白人呢？就是在这里，对吧？土生土长的，他们呢，如果在法庭里面，对吧？占了一定的位置，特别是。像法官这种位置，所以呢，那生活就是好过，不单独自己好啊，还是带动一批人，对吧？这个日子过得就是很安逸，因为我们大家就知道，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如果法律不明白的话，做什么事情呢，就是艰难，或者是犹豫，或者没有胆量，对吧？我就想这个事情。我现在呢，觉得这个打官司呢，是一个名利双修的事情。刚才讲了，就是说我如果打赢了，我现在讲，比方说以前投资吧，我就你投资吧，他就是要买了一个很好的股票啊，翻倍的比较难。打官司呢，就是专门是跟政府，在加拿大政府啊，或者是美国政府，或者是大的企业，或者银行，从他那里呢。因为他们都是赚老百姓的钱，他们是赚了很多很多老百姓的钱，也是赚了黑心钱，所以从他是啊这些，就像马一般大象，如果能够搬得一下，那也能赚大钱。所以这个呢，我现在就是说，假比方说我现在有钱，对吧？10万、20万、几十万，这个我认为啊，这个很多人因为不懂啊，所以就没这个信心。其实呢，就是说，像我这个案子呢，已经走到8年了。如果再有一点点，就请个律师，就可以把它接回了。因为现在呢，所有的资料都有了。现在就是说，如果打官司，赚钱翻倍、翻几倍的，这是很容易的事情。这是一个方面。现在呢，我另外呢，就是因为我到加拿大来呢，就是我对这个金融、对司法。对媒体，对吧？对怎么样的运作，我都比较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帮很多企业家，对吧？朋友啊，从国内来的，他们对这些事情呢不熟啊，有些比较大的老板，他就经常找我，对吧？就给他咨询啊，出主意啊，或者是。现在有些在做，有些呢，我们现在当然，我现在主要因为在有限制的情况下，就是我不能管人家的钱，所以的话呢，现在暂时啊，这个限制只有1年，到2019年1月30号，整个限制就没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完全恢复正常和自由了，所以呢就。
至于证券会说啊交易的事情，因为我很长时间，证券会的交易就是股票、证券的交易，对吧？我呢，就是在去世之前呢，就是说，2009年，证监会指控我，之前我就已经没有交易证券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外汇呀。现在呢，很多东西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其实像我这种情况，证监会它是需要我们这种人有经验的，对吧？来帮投资人，但是他们不是这么搞。他们就偏偏要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来投资，所以呢，造成他们损失。所以的话呢，我现在就是讲呢，这个现在就是呢，一个部分就是给这个国内来的一些大的企业家啊，一些搞地产的，对吧？搞金融投资的，到时他们想在国外发展啊。我就尽量给他们止损止损，但是呢，搞一些项目，万一成了的话呢，因为现在他们讲的都是几百万、几千万的，或者上亿的收购，对吧？是做这些事情。现在呢，现在的我还做一些什么呢？就是网上租房子的事情。我现在帮朋友租房子，就是说网上这个。他们就是 Airbnb 了，就是，所以呢，做的也还不错。昨天呢，我呢就到了上诉法庭去。这个上诉法庭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高等法院判了以后，如果不服的话，就到上诉法庭去。他上诉法庭去呢，他是有3个法官来看这个上诉的文件。我昨天呢就做了一大堆的文件，就是一共4套，对吧？第一呢就是说上诉书叫 appeal book，一个呢是就是 exhibit book，就是证据啊，有些什么的依据，还有呢就是。就 factum 就是整个案情的这个法律依据啊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叫 book of authority，就是说案例，对吧？怎么样的案例？我现在呢打官司已经从0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呢，已经有八年整了，对付的是加拿大。多伦多最大的律师，对吧？检控官，那是我以前都不知道检控官是谁。我上次有一次去送材料的时候，走到那里去，他说你是指控什么刑事？你怎么会把材料送到这来？他后来才发现我这个案子是特别的，就相当于情报局的这个 CIA 或者 CIS 的那个案件。就是加拿大 Special Prosecutor，我就到那里了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昨天呢，我前几天呢，我就因为跟 TD Bank 打官司，TD Bank 呢，因为我借了他60万块钱，mortgage，对吧？Line credit 就是差不多是相似的东西，因为。证监会冻结了我的钱，对吧？其实就是那个 mortgage，我借的这 mortgage 除了 first mortgage 以外，我就把剩下来的钱呢用来操盘交易呀，给投资人看。然后呢，这个钱呢是3月12号借出来的，3月15号、16号呢就放到那个投资公司，到19号呢。我就赚了，就是说，从20万块钱，再加2个投资人15万块钱，一共35万块钱。3天时间，我赚了9万块钱。刚赚了钱要还投资人了，证监会一进来就把它冻结了，冻结了就要调查，然后呢，
就牵涉这一系列的官司了。然后呢，一冻结以后，我又不能赚钱了，又不能拿投资人的钱，我也不能拿自己的钱，就是去操盘，所以呢，就不能还 TD Bank 的钱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但是我一直因为很多朋友帮忙，亲戚啊，所以呢，从2009年，我还是一直付 mortgage，每个月都付2000，一直付到2012年，到这个审判的时候，啊，有几个月 miss 掉了，3个月 miss 掉他这个 payment，后来他就要把我的账户关掉，然后呢，我就没办法付 mortgage 了，然后呢，我就本来是到 TD Bank，我说我是你的大客户、老客户、最好的客户。我说我能不能够谈一谈？他说不用谈，啊，你找律师。我说这个时候要找律师干什么呢？我又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还不起，我这个钱，我那房子值那么多钱，又不亏你的，不然的话你也可以 refinance，就是重新贷款给我都可以的。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进入了司法程序，我也搞不清楚了。当时我也没律师。我也搞不清楚了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因为进入司法程序搞不清楚以后，那个 TD Bank 就要把我的房子要收去，要把它卖掉，要把它钱弄了。现在我原先也搞不清楚，好像是大家都是这么想：这个你欠 TD Bank 的钱，如果你不还了，按理说 TD Bank 有权去把这个房子收去，或者 power sale，或者卖掉，把他们的钱拉回去，这个好像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但是有一点，大家都不明白，我以前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因为我跟 TD Bank 的合同不是一个固定的合同，我的钱就是我借了银行的钱，不是因为我拉去用掉了，回去拉去干什么事情去？不愿意还给他，对吧？而是因为政府要调查，政府调查的时候呢，那就要等到调查完了以后，对吧？其实我当时如果在政府调查以后，所有的款，他因为冻结我的钱了嘛，所有的款都不应该付的。我们还坚持的付了他3年，一直付到2012年，他上诉的时候。就是开庭审判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然后我一到牢里去，那就更加不能付了。所以呢，他们把我的房子就卖掉，还把我老婆啊赶去，对吧？家门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。其实这样的话呢，在加拿大按理说这样是违反了宪法第七条，对吧？第七条。就是当你碰到这样的法律问题的时候，如果有钱在那里，首先呢要通过正常的程序，叫做 due process，对吧？一个呢是法律上的，就程序上的；一个呢是这个内容上的，这两个事情是事物的本质上讲这两个事情。当时呢，他们就没有按照这个程序去操作，对吧？因为是律师，一到法庭里面去，不管说什么，法官开始他律师每次，因为证监会说我诈骗，然后警察说帮我抓起来，然后检控官又把我放到那个监狱里面去，然后又审判。但法官一听到这种情况，那根本就什么动作都不用想，就把我这个，是吧？就是。律师要什么，法官就给什么，没有道理的，所以呢，就到了这种情况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在 TD Bank 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为止，到2017年了，已经5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案子已经就是跟银行里面，我就5年了。
这五年呢，到了2014年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上诉吧，就把它拖，就拖到从2012年开始，到了2014年，然后呢，他把我的房子最后卖掉了，2014年卖掉了。卖掉我借银行的钱其实只有60万，我那个房子当时呢，大概值120万。他们链家大概就卖掉了，100万就卖掉了，对不对？卖掉以后呢，基地办的这个卖掉以后，因为我就上诉，一上诉以后呢，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啊，他把我的房子、把我老婆、这孩子都赶出来以后，按理说我还在上诉吧，他不应该卖我的房子的，这又是违法了。然后呢，卖掉以后，他那个律师啊。就是每天就是自己记账啊，就写多800块钱一小时，700块钱一小时，是多少写多少，你知道吧？我借他60万，他拉了我差不多80万，最后呢还剩下17万，所以我一直上诉。最后这17万呢，他不要了，他就给了法庭。给了法庭以后呢，就有很多人，因为法官也判他们赢了，因为当时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叫反制能力，没有辩护能力，也不懂，所以呢，反正他们乱来我也搞不清楚，他们搞对了我也搞不清楚。现在发现呢，他们都是错的多，所以呢，他们呢就法官呢就在5月30号的时候呢，就把我那个。这房子的17万块钱，从 TD Bank 剩下来是17万2千块钱呢，就给了这些，他说债权人，这些债权人其实不是我欠他的钱啊，是法庭，对吧？是法官给他们的好处，对吧？不是说我家里欠他什么钱，我借他什么钱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说。像我们有两个投资人，他到法庭里面去，他说他骗了我，法官说骗了你，那好吧，那就要他赔，然后呢他就判了我就赔，所以是这情况，那个东西他是不是就是知识赔，他也不是 secure，这不是说有抵押的贷款，就是说投资是有风险的，对不对？借钱也是有风险的吧？所以的话呢，他那个这个法官呢，在5月30号呢，就把我剩下来17万块钱又给了他们。所以呢，我呢现在呢，比以前就不一样了。我现在也懂点法律了，对不对？我久病成良医嘛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他们坐在什么地方，这7、8年来以后，我就把，就是说，他对的地方、错的地方，他基本上是没有对的，都是错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首先。就是说违反了加拿大的叫做 Charter Right，就是宪法，对吧？人权法，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。就是在法庭，首先就是这样，我，对吧？如果他是说我有罪，或者有错，或者是有问题，要通过正当的叫 fair trial，正当的。法律程序要公平的法律程序，所以他必须先呢跟我律师，对吧？他先要给我律师。这个事情呢，就是我整个8年之前，他不单都没给我律师呢，他还有意的就蓄意的就破坏我的辩护能力，对吧？就我本来是，假如你没钱嘛，那也没得说。我呢还我不单都是有房子，也有钱。我房子也不能拿来生活，也不能拿来打官司。我那个钱呢，从银店借来的钱呢，也放在投资公司里面呢，这有个账号有40多万，也应该可以用来打官司的。然后呢，其实呢，还有其他的，我那个我有很多公司吧，公司账号里面的钱也是可以用来打官司的。这个是叫宪法的 constitutional right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这次呢就。昨天呢，我就准备了一大堆的材料，
每一种材料呢，我就是上诉法庭三个法官，他每一个法官要一套的话呢，就是基本上是要三套，对吧？材料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呢，当事人里面呢，就是在我的对面的话呢，有七个律师，所以的话呢，我这次呢要应付七个律师，所以呢要这种大本的文件呢，要印10本这样的，但是一上诉的话呢，有四本书，一个叫 appeal book，就是上诉书，一种是证据，一种呢是叫法庭这个事实这个，就是法庭依据，还有一种呢就是案例，刚才讲了，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打官司呢，很多人就是想啊，你打官司，第一要很长时间，第二很贵，的律师费很贵，是吧？第三呢，他说这个法官呢，跟律师呢，他是叫律师协会的，他们是一伙的。法官就是律师，律师就是法官。当然了，法官就是律师，律师不一定是法官，哈哈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一般呢，像打我这种官司呢，是一般的人呢是打不起。第二呢，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呢，不是打不起的问题，还是不会打，对吧？我呢，这8年呢，就是说，在法庭里面呢，跑了6个月，就是至少是每天上庭的时间有6个月，这是很多了，一般的人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没有，就是律师都没有上庭这么久、这么长时间的。第二呢，如果要应付这么多这个时间，跟那个的话呢，钱的数字呢，也要上千万了，就是这种概念。我现在呢，基本上呢，把整个程序都弄清楚了，他们的策略弄清楚了，就是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了，所以对加拿大的司法呢，不管是小的案子、大的案子、什么案子，我都，对吧？都有些是经历过了，啊，很多。有些呢是耳闻目睹，就是经常去问他们看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我现在打的是有经验。我那天给人家开玩笑，投资是赚钱的，其实很多人不明白，打官司更赚钱，因为呢，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，叫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，它的两个核心，一个是金融，对吧？资本嘛，一个是法治。对吧？这两个呢都是钱，所以我们新移民来也好，我们大陆来的人，就是说，不管从世界各地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来的人，都不懂这些，所以呢，就是处于叫，对吧？社会的下层，对吧？就是说你上班没问题的，那他要依赖你，但是一般的情况呢，就是说，这种就是比较。啊，就是说，上层的这个生活方式呢，就是像打官司、投资啊，这都是上层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弄的。所以其实打官司呢是非常非常赚钱。我那天给人家开玩笑，我说我现在如果有10万块钱，我现在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啊，已经8年多过来了。如果10万块钱，1年之内我可以从这些银行，或者律师行里面手上拉出来100万，就是赚100万，就是这意思。如果我有100万呢，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啊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我现在呢是被，就是他们毁了名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的名誉受损失非常大，很多人以为我是，对吧？真正的罪犯，或者是骗子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离我远远的。其实呢，你知道，在你最好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来；当你的最不好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都走。其实你说 "What we can lose"，就是我们在最没有的时候，我们你说风险就没有了吧？一样，人站在高处才有风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的话呢，
如果说我现在的话，假如说原先的时候啊，每个人10万20万的嘛，蜂拥而至，那现在呢，你就打官司，用个10万块钱、25万块钱哈，赚个100万，人家不信，呵呵，你以为是，因为人家以为我们骗他，其实呢，很多人，我现在都是说的话，就像我们这个时候讲过问贵可能不对啊，都是有证据的。因为我不单单是有银行、投资公司的证据，我还有法庭的证据啊，所以你看这里，这是法庭的，这是很多都是，你看这么厚，很多都是法庭记录的嘛，法庭记录，来给他翻给你看看，这都是法庭记录啊，500页这个，先提醒啊，OK。